阮经天今天有事不客前来，你们今天有白今天哦，原来是白今天啊。我想说怎么有一个这么丑的人坐在那里呢？我想说奇怪，帅都到你那边有一点往下走。臣妾已经尽力了，我也想不到我也会有今天啊。仔仔，我跟你也很熟啦，我们兄弟这么多年，你不要跟我客气，来这个便当给你吃啊。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你那个入围的车顶上的玄天上帝，哎，其实我也有演，但是我们呢都没有遇到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王不见王，不合啦。当天关圣帝君给我九个圣杯，今天玄天上帝给你九个圣杯，我们两个一起双影帝啊，加油兄弟！哎，白润英，你爸爸刘冠廷都会从餐厅包剩菜来给你吃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已经有别的小孩了，他不要你了。你肚子也很饿，对不对？哦，仔哥很好，人很好，谢谢。你要不要现在吃吃看？我觉得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，我们导播 take 一下，排骨便当，便当欸，真的是便当，哇，真的是便当哎，欸。我跟你两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点，你知道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吗？我们都姓白。对，答对了。关注你。